第三只还用同样的手法固定在第二只上面，不见了。左侧的头发我们采用右侧的手法，同样完成。调整好头发表面上的纹理，统一素材，千变万化。最后，我们来调整好整个发型的形状。
刘海采用类刀削的手法。整理好表面上的纹理，调整好整个发型的形状。